朋友啊，在等妈妈来。妈妈，我以为对我来，每只狗的呢，原来是付钱的。是吧？昨天我来买烧烤的时候，忘记给老板付钱了，今天特地来还给老板的。妈妈，你真的好棒呀！如果你以后你要是出去买东西忘了给老板钱，你还会回来给老板吗？会。会不会？当然会呀。宝贝你真棒。不行啊！那我跟刘爸一百块钱。怎么样？家里没菜了，你去帮我买点菜。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次买的东西也有点多，你看看都认识。没说完呢。爸爸认识，爸爸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不是喜欢尝尝吗？来过好多次了。天就太热，人少。这天更不容易。这么热的天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哦，对了。就是忘了。哎，你看见都认识吗？认识。妈妈回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让糖糖拿？是都不用拿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还别说，他现在力气越来越大，个头也长了不少。你地球之后的天空格外美，都被染成了红色。他在这么美的花。好想摸一摸，还是没忍住摘了一朵。我给你戴上，给妈妈戴在了头上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妈妈是好看，没错呀，它永远是我的小仙女。当人类幼崽出来买午饭。哎呀妈呀，都出镜了。没关系啊，隔壁有。这姐姐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家是配眼镜的。哦，知道了。祝福呀，还不吃饭呀，姐姐。等一会儿忙完就去吃饭。你们在做钱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我走了。